吸满汤汁的荷包蛋嫩面超好吃，你先吃蛋还是先吃面呢？下两个母鸡蛋煎好备孕，再调个灵魂料汁，生抽、陈醋、老抽、蚝油、灵芝蒜蓉酱、盐、糖，搅拌均匀，油热爆香葱蒜和小米辣，加水把料汁倒进去，荷包蛋也放下，煮开下面，小火焖5分钟，撒上葱花，搞定。